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命理导师，我叫巧心居士，阿弥陀佛。好一段时间没有录制视频了，最近说真的有点忙，那现在我想应该也是时候再录一下视频。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命理的根气。什么是命理的根气？我相信今天你会来到我的频道，你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命理，或许对宗教都会有兴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命理根气。那在命盘上，我们如何看得出一个人能够会有宗教的缘分，或者会去喜欢命理，甚至有些人会走上命理这条路？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当我们讲到根气位的时候，最主要的有三个宫位：迁移宫、福德宫跟子女宫。迁移宫是果报宫，它也是一个广大的姻缘位。福德宫同样是果报宫，那子女宫是福德的共中六位。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根气的时候呢，都跑不掉这三个宫位。当然还有一个宫位是夫妻宫，可能你会想，夫妻宫到底跟命理跟根气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夫妻宫是一个异性的宫位，对你感情的宫位。可是由于夫妻宫是福德三方的宫位，那如果这个夫妻宫能够串联到跟命理跟宗教有关的星耀，也跟其他的根气的宫位能够做一个串联的话，那夫妻宫这个宫位也可以把它纳入来当做根气位的考量。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命盘，这个命盘的主人他是一个有名气的命理老师，我们先来看他的根气位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走上命理这条路。他的迁移宫以天机路录入了财帛宫，天机是佛法，也代表命理的心，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它的根气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生财的工具。那除此之外，由于财帛宫是福德的对宫，就等于福德露出了，所以它的根气能够让它喜形于色，因为福德露出。转丁巨门忌入了官禄宫，就把巨门化禄了，象征说。当他从事跟命理有关的事业，其实他难免不了要经常说话，因为巨门是一颗动嘴的心。你做命理老师也好，你做风水师也好，你做宗教有关系的事情也好，都难免经常要开口跟人家说话，所以他的命理的因缘导致于他从事命理的事业就是这样而来的。那另外一个宫位子女宫戊贪狼禄，贪狼是一颗修行的心，所以它跟宗教跟命理也扯上关系。转甲太阳忌入了迁移宫，这里有两种解释，它的根气位直接入到田宅宫，代表它的这个姻缘会非常的长远，因为田宅是一个收藏宫。除此之外呢，因为子女宫直接露出到田宅宫，就等于他的子女是露出的，代表说他很容易开悟。如果在修行的过程中，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人呢，可能他要学很长的时间，他才可能会领悟到命理上老师所教的东西。可是因为他有这种容易开悟的特质，他就很容易一点气通。那转甲太阳忌同样也是把贪狼禄带入了迁移宫，等同于他的子女露出了根气位，露出了，那也是一种开悟的现象。那除此之外呢，除了代表开悟以外，当他学而有成的时候，他想走上命理这条路，由于他把禄带入了迁移宫，代表说他很容易搞出名堂来。那也正解释了他走上命理这条路之后，他也变成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水命理师。
接下来的这张命盘，这个命盘的主人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易学学者。这个飞花呢，其实是从夫妻宫开始，就刚才我讲的，夫妻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根气的宫位，如果能够跟其他的根气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串联，这个夫妻宫的路呢，绝对可以被拿来用。那在这个命盘上，他的夫妻宫是乙天机路，天机是命理星，也是代表宗教的一颗星。转鬼贪狼忌，就把天机跟贪狼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是入了极恶宫，代表说他其实非常有兴趣在钻研天机跟贪狼这件事情上。田宰宫戊贪狼禄，因为田宰宫这个收藏宫能够让他跟他的宗教或者命理或者易学的缘分非常长远。然后转壬午曲记录了交友宫，他在做这件事情上能够一路上有贵人相挺，而且他把路都带入了交友宫，等于说让他的人际变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宫位迁移宫，迁移宫星巨门路，那巨门当然不是根气的，不是宗教，不是命理的星耀，可是它代表动嘴巴，因为从迁移宫的星巨门路之后就转鬼贪狼忌，同样化禄转忌跟贪狼串联在一起，那也代表说他必须一直的在动嘴巴讲贪狼，讲命理，讲易学，讲佛法的知识。他在网络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易学大师，所以呢他的这个巨门路发挥到淋漓尽致。在我们看另外一个根气的宫位，福德宫丁太阴路转星文昌忌，当然这两颗星都跟根气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命理的星，也不是宗教的星。我们再看多一个根气的宫位，由于这个子女宫是甲廉贞禄，然后丙廉贞之化忌出，廉贞肯定是跟根气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子女宫的禄呢就完全没有办法串联上。以上的这两张命盘我们都不难发现，只要你的根气位能够串联到贪狼、天机这两颗星，你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是接触命理，不管是接触佛法，你一定会跟命理或者宗教会有解下不解之缘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相信大家在观看了今天的视频过后，对自己是否有命理上的因缘，对宗教上的因缘应该感到非常的好奇，你也不妨看看你的命盘上是否有这样的显象。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我们下期再见。